早先的占卜剪纸源于刺绣的纹样。据占卜县志记载，元夕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，乃以神祀家庙，或用鳌山运傀儡、张灯烛、剪彩为花，备极工巧。更加复杂的大型作品大都由基础的对称花样构成。学习剪纸最初的时间入门极快，初学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精美作品。